往前勾，腰椎变这样子，向后凸了，不是勾，不是勾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是这样子拉起来，是这样子，晓得吗？把你前面在哪？啊？前面在哪？这个是背啊、哦，这是背。你如果勾这个，它变成这样了，它是这样，不是，是这，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样子拉长的，看不懂？所以这个颈椎不要做勾，不要做勾，勾你的，你是腰椎往后凸了，所以力量就断在里面，力量断，然后慢慢那个椎间盘会凸出来，晓得吗？是往下开，是往下直线的，顺着脊椎的方向把它拉开，它自然起来，拉，看不懂？所以你不能有一节是特别。假如说我的手在这边，你推我。推我两个啊，你看哈，假如我是这个样子，我这个样子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压力在背？如果这样子压力在背，如果这个样子在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在哪里？在整个脊。在整个脊椎，看不懂？我只是把颈椎往下拉，颈椎往下一拉，是这个力量，看不懂？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有膨，对，就是出来膨嘛，看不懂？好，那你的颈椎这样往下，它又是下，然后又是下上去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它不是这样子绕一圈，不是，没有绕，它是下，拿在下的，它是把你的上面的脊椎就被拉下来，头不下来嘛，对，头不下来到这边，它啪啪又弹回去了，看不懂？脊椎的膨劲是这样子出来的，不是去弯它，好。啊，再试试。